朋友，我给大家问声好。下面由我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倩倩，来自辽阳县，希望有缘我们见一见。我的歌曲虽然唱得不算好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双击评论，希望大家多关照。倩儿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，祝愿大家万事如意。一个男人在外面挣钱，一个女人照顾家里，